大学的时候来台湾，说爷爷想要教我打高尔夫球，所以他帮我买鞋啊，帮我买那个 club 啊，每天他自己开车教我打高尔夫。你我要给你说谢谢，给你说，有时候你做的，我不知道为什么，可是，我知道重要的事情是你要教我跟我一起做东西啊，一起友好嘛，所以爷爷谢谢，欢迎。我五十七八年，所以是你跟十几岁的一起到碧潭行船和游泳，之后又一起去观音山登隐汉岭，后来我的爸爸带国际牌台湾松家棒球队来和我建中棒球队友谊赛，还有就再下来就跟爸爸妈妈一起在打高尔夫球，所以都是做运动，真的容易和爱的交流。就我在英国的时候有打电话给他，那时候在住院，然后他就很开心，然后也一直鼓励我。就也很谢谢爷爷，从小到大对我照顾。然后那一天我就梦到爷爷，就问爷爷说要怎么成为像他一样成功的人，然后爷爷就握着我的手跟我说要很努力，然后要付出，所以我也记住爷爷跟我讲这些话。我还记得爷爷那个时候，我很喜欢，一开始我很喜欢找爷爷下象棋，然后觉得爷爷很聪明，然后我也要像爷爷一样聪明。然后，可是后来，我觉得人就是这样，就是长大，然后自己的事就开始不会找爷爷下象棋。我自己后来就是变成过年或者是什么，我们中，然后我会回家吃个饭的时候，他爷爷就会拿象棋出来，今天我们去下个象棋，这样就变成爷爷在找我下象棋。那么，我觉得那个时候就是一段很甘心的回忆，就觉得啊，就是。有一件事是让我们两个可以这样很专注，然后年龄差距虽然很大，可是我们很其实很接近，这样我是蛮好的，我觉得可以跟爷爷有这样的 connection 非常开心。印象很深刻的是我小时候有一次被车撞到，然后就是头整个撞到地上，然后就是有一点严重，然后就是爷爷知道消息的时候，就马上很着急的，然后就到我的家里来看我，就是等于是那种第一时间这样子。然后我到现在都还记得那时候爷爷的表情，就是他其实很难受，很这样。然后一直确定就是我是没事的时候，然后他才放心的回家。那我觉得其实。对，其实就是有时候我们觉得爷爷很阿爸，或者是有他那种大男人的一面，其实他对于家里成员，其实他都是我相信都是关心，而且是深爱的家庭。爷爷，我丽怡啦。爷爷就很谢谢你这二十年的照顾，然后就很想念你，就常常想到小时候就一起出去吃饭。然后下围棋，还有你以前教我写字、读书，就很感谢你。然后，就是还有爷爷给我很多影响，让我觉得我自己不要这么懒惰，要勤劳一点。
然后会永远把你记在心里，然后怀念你，也有爱你。一个很开明的人，因为像我跟冠州结婚的时候，我们两个是希望办一场就是比较不一样的婚礼，所以在习俗啊、古礼上面，我们都希望可以不要。他本来很担心家里都会有这个坚持，然后不过就是在爷爷的一声令下，就是他就说这个婚礼是我跟冠州的，那他们想要怎么办，就交给年轻人自己决定就好了。所以我们的婚礼就是完全都照我们的意思做。我觉得这个是爷爷留给我一个最棒的礼物。小时候我读间幼稚园的时候，因为爸爸妈妈他们上班很忙，所以都是爷爷下课来接我，然后接完以后我都会吵爷爷，然后爷爷都会带我去对面的那个玩具店，然后帮我买玩具。然后小时候因为我身体很虚很差，然后很瘦，所以爷爷都会带我去吃好吃的。去年二月回来，然后我们一起去对面聚餐，然后聚餐完以后，我们在楼下这边照相，大家一起照相，像小时候一样。然后后来回去以后，爷爷说他有个小愿望，他就是很想要抽烟，因为他很久没有抽了。因为生病以后，爷爷很坚强、很努力，然后把烟戒掉。戒烟真的很辛苦、很难，我们爷爷都做。怀念爸爸他在。到美国，我们一起跟阿嬷还有阿斌立足，还有冠宇，我们一起在加州做2000年跨世纪过年的晚会，坐渡轮游这个 San Diego 的号，那在船上。我们有非常愉快的晚餐，那也有跳舞吗？对，那Elisa还跟爷爷一起跳舞，哇，非常值得纪念。对 ，Grandpa, I will miss you and want to thank you for everything. When I was growing up, I always remember you told me that Taiwan is a good job, and I think that.My home because you made it my home with all the family dinners, with family trips, and just going all over the United States. It was just always great to spend time with you, and I'll always remember you here in my heart. I will remember your kind eyes, your smile, your laugh, and every time I watch sumo, I'll remember just spending time with you in your room and watching.Sumo with you and learning about sumo wrestling and then falling asleep by your bedside. So I love you and we'll miss you. Goodbye. Okay. 也教我认识了日本的文化，比如说相扑啦，还有日本的历史啊。他常常会念一些，从织田信长开始到德川家康的那些。历史的过程给我听，他每次都讲很久，可是我都记不住。还有讲一些客家的族谱啊，就是那些关系啊，前面的从什么阿祖啊，什么很多叔公啊，这些很复杂的关系。我每次讲一次讲很久，可是我没有一次记得住。啊，你好，我阿金啊，大概每日靠打电话拢安尼甲你叫吼，你怎啊伫天顶做神吼？你放心，我会照讲答应，我会勇敢好好活落去吼。按您的精神，我会学习，对自己负责。阿妈学你安尼好好听少阿一代吼。你想听我，我永远会感谢你。这个家的基础是爷爷建立起来的。那他其实没有爷爷的话，就不会我们所得到的，或者说我们所看到的，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对，所以爷爷也是很辛苦的，都难到了。